小猫体验100种职业，今天是律师助理。想要成为全民制作人，开庭记得带上猫砂盆。要想做个好律师，咱得从律师助理做起。一早上文件堆积如山，根本没地方给七仔睡觉，这下总能乖乖工作了吧。在工作之前想问代教两个问题，网上购买宠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？比如说可以要求卖家提供检验检疫证明，跟卖家签订书面购买合同，并保留好相关的交易凭证，但最重要的是准备好钱。那带宠物出门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？带宠物出门以小狗为例，一定要佩戴好三件套哦，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看样子七仔听得非常认真，上班时间可不能玩耍哦，要对案件负责，也要对客户负责，让你别玩可没让你躺板板，看来这份工作不太适合他。那么有人就会问，今天小猫当律师助理赚了多少？笑死，七仔连律师咨询费都没给，还赚个锤子。